袜套，还有一个丁字裤的东西，然后就前面有一个包，至少有一包这样子。在第一排看，我也是觉得，从他胯下经过，对，那你就会看到他很多东西，很干净的，就是你要站起来，然后屁股露出来的那一场戏的时候，你有一点点尴尬吗？当下没有想那么多，对，但是卡了之后又觉得，就大家 focus 在我的屁股上面，对，有人就说哇，你屁股好翘什么之类的吗？有一些有得到这样的称赞了。前面是把它往后贴，是不是？还是往前往上贴？说什么？没有，因为我知道了。对啊，这是演员会注意的事情、啊。必经的。对啊。对，我们会穿一个类似，就是一个袜套，对不对？袜套还有一个丁字裤的东西。哦，然后对，所以屁股或那个丁字裤就把它修掉。对，然后就前面有一个包，至少有一包这样子。哎，如果有两包，那我可能会吓一跳。在第一排看，我也是觉得，哦，他在露的时候，你就在那边看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去照他的胯下，有几颗真的是这样子，没办法，对啊，对。就是他就是裸的时候，你要从他胯下经过。对，那你就会看到他很多东西。你有就是分析一下吗？说，跟我的哪里不一样？觉得很干净的。因为他洗完刚洗完澡嘛，所以我们博宏抽到的人就是博宏 S 和光汉、不是他演 S 跟光汉，不是。等一下，我知道了，这个是没有没有，你不要乱讲话。OK， 捷运，他醉酒搭捷运。抽吃豆腐。捷运什么意思？在公车上不干净。什么？是在公车上吐饭？什么意思？台北女子不见。你看，咔！有人，开一下。王俊有答案吗？台北女子不见。夜店。在夜店吗？夜店，哎呀。酒吧。看到了，看对眼。等一下，什么？在摄影棚跳舞。在夜店。在夜店。看对眼。在夜店看对眼。有吧？好，请猜，请猜。在夜店，然后跳舞抱在一起，不是尬舞，但是有抱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对，什么抱在一起？什么情况？欣赏对方的舞姿？不是，你不就这样？